黄金世代中华队球星曾文鼎合约期满，离开富邦勇士，转战另一个职篮舞台，三年合约加盟另外一支金控劲旅中信特工。大房东将帮助特工提升经验值和内线战力。说真的，他的进攻是非常的 open， 然后非常的奔放，然后光哥给球员蛮多的自由，但是在防守上其实是。我觉得我蛮喜欢，就是中线的防守啦，其实是对球很压迫，不断的去攻击对方，而不是一个被动的防守球队。这个防守的风格，其实是我个人来讲，我个人蛮喜欢的。期待当然就是因为我比较晚加入嘛，当然就是赶快跟上大家的脚步。那当然最后的目标就是冠军嘛，当然就只有这一个。曾文鼎称赞新东家防守积极度，不少资深球迷也期待他和光哥李毅华、李学林、昔日玉龙帮，以及也效力过恐龙大军的主控林伟汉，能够擦出好的火花。同时，经验传承给备受期待的国手学弟谭杰龙。而说到国手，大房东和光华队学弟胡龙茂，过去琼斯杯有不少激烈对抗，甚至见红流血画面。现在的龙茂成熟要居海神一哥，新球季对上特工，他和鼎哥的对位充满话题性。我最大的对手是自己，就是真的是把自己做到最好，才不怕任何一个对手来挑战。目前因为我们球队比较晚开训，那我前面又因为受到中华队的一些征召，然后加上又有伤势，所以我今年其实整合的稍微的比较慢一点。球队因为集合的比较晚，所以这也是我们没办法参加跨联盟的原因。那自己现在目前调整的还不错，那相信应该是在球季十月底开始前，应该是就会差不多准备好了。身为卫冕军的海神，龙猫强调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，目前也和球队加紧调整，备战下周热身赛以及月底开打的全勤赛季。来体育台梁韵宏、华勋综合报道。